起来不那么密集，图中空白格子表示的也是下针。为了方便观看，省略了重复的地方。其他还用到了鱼骨针、藻形针和各种交叉针。由于主体部分是来回往返编织的，而编织图反映的是从正面看到的状况。第一排作为整个织片的正面，图解从右往左看，而图中偶数排的针法符号，实际在编织的时候，我们需要编织与其相反的针法，并且图解是从左往右看的。接下来，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首先来起针，这里用到的是编织下针边起针的方法。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这里我用棉线做演示。先将线打一个活结，这里线头稍微留长一些，方便后面藏线头。这里由于织片针数较多，我们使用环形针来编织。左手拿起环形针，环形针在使用时是直接用一头的棒针挑起另一头棒针上的线圈进行编织的，将其中一头穿入线圈，拉紧，这是第一针。右手用握笔的姿势拿起另外一根棒针，然后将线头在右手小拇指上绕一圈，用无名指和中指轻轻压住线，将这根线放在食指与中指之间。这个就是棒针的基本姿势。接下来将针放到线的上方，棒针从上往下穿入到左棒针的线圈，绕线，将线挑出，再套到左棒针上。线不要拉得太紧，不然后面不好挑针。这个是下针的起针方法，这是第二针。继续起针，将右棒针放到线的上方，从上往下穿入这两针中间。注意，是穿入这两个线圈之间。用右手的食指带线，绕线，挑出，将线圈套到左棒针上。这是第三针，继续穿入左棒针的两个线圈之间起针。核对一下针数，注意这里起针不算一排。首先来编织第一排，对照图解开始编织。第一针是一竖的符号，表示下针。下针的织法为将右棒针放在线的上方，从上往下
穿入左棒针的线圈。注意，是穿入第一个线圈，不是两个线圈之间。绕线，将线挑出，放开左棒针的线圈，一个下针就织好了。接下来仍然是下针的符号，我再演示一次，从上往下穿入左棒针的线圈。绕线，将线挑出，放开左棒针的线圈，一个下针就织好了。接着编织第三针，图解上是一横的符号，表示上针。首先，将线绕到织片的上方，右棒针从下往上穿入左棒针的线圈，绕线，将线挑出，放开左棒针的线圈，一个上针就完成了。接下来的两针是一个鱼骨针，首先将线绕到织片的下方，将右棒针穿入左棒针的第二个线圈，织一针下针，不放开左棒针的线圈，再穿入第一个线圈。织一针下针，完成后，同时放开两个线圈。一个鱼骨针就织好了。接下来的一针是上针的符号，将线绕到织片的上方来，右棒针从下往上穿入左棒针的线圈，绕线，挑出，放开左棒针的线圈，一个上针就织好了。接下来的四针是下针符号，将线绕到织片的下方。对照图解往下编织。一，二，三，四，完成后又是一个上针，将线绕到上方，编织一个上针，注意上针换下针时一定要将线绕到织片的下方，下针换上针时一定要将线绕回织片的上方，不然会多针。大家往后编织时不要忘记绕线，后面我就不再强调了。接下来的两针又是一个鱼骨针，将右棒针穿入左棒针的第二个线圈，
织一针下针。不放开左半针的线圈，再穿入第一个线圈，织一针下针。完成后，同时放开两个线圈。一个鱼骨针就织好了。完成后，对照图解可以发现，这一排往后没有用到新的针法。对照图解符号，按照我们刚刚演示。将织片翻转，往后每次编织下一排之前都需要翻转织片，我就不再强调了。这一排为了方便后面的讲解，我们对主体花样进行分区。对照图解，首先编织一个下针方向的滑针，右棒针以织下针的方式将左棒针上第一个线圈挑下不织。
一个下针方向的滑针就完成了。这一针算作一针。接下来，一针下针。再往下，一针上针。完成后，来看刚刚编织的三针。我们将这三针称作右侧花样。往后正面排的这三针，编织方法都是这样的，我就不重复说明了。我们在第三针的左侧缝隙处扣一个记号扣，用来区分花样。直接挂在右棒针上即可。没有记号扣的，可以用别针或回形针代替。接着对照图解往下编织。首先，一个鱼骨针。接着，一个上针。四个下针，再一个上针，接下来再编织一个鱼骨针。完成后，我们来看刚刚编织的几针。我们将这部分称为花样 A， 在右棒针上挂一个记号扣做标记。继续对照图解往后编织，往下编织三个上针。完成后，接下来是一个左上一针交叉针的符号。编织交叉针时，需要用到麻花针。一套麻花针里有几个型号不同的麻花针，选择粗细最接近我们棒针的一根，来编织后面遇到的交叉针。将接下来的一个线圈穿到麻花针上。放置在织片的后方，暂时不织。我们在左棒针上，接下来的一个线圈里编织下针。完成后，再来编织麻花针上的线圈。这里，由于图解上的符号下方有一条横线，我们编织一个上针，将线绕到上方，织上针。
一个左上一针交叉针就完成了。可以看到，上一排左侧的线圈在上，并且编织了下针，右侧的线圈在下，并且编织了上针。接下来，编织一个下针，五个上针，完成后，我们来看刚刚编织的几针。我们将这部分称为花样臂，在右棒针上挂一个记号扣做标记。继续对照图解往后编织。首先，编织一个鱼骨针。完成后，一针上针，接下来的几针是下针的符号，对照图解编织相应针数的下针。完成后，又是一个上针。接着，一个鱼骨针。来看刚刚编织的几针，我们将这部分称为花样系。在右棒针上挂一个记号扣做标记。继续对照图解往后编织。来看成品，可以看出我们这款包包是以花样系为中心，左右对称的。因此，接下来的几针我们需要再编织一个花样臂，我再演示一次。首先，编织三个上针。接着，一个左上一针交叉针。将接下来的一个线圈穿到麻花针上，放置在织片的后方，暂时不织。我们在左棒针上接下来的一个线圈里编织下针。完成后，再来编织麻花针上的线圈。这里我们编织一个上针。一个左上一针交叉针就完成了。接下来，编织一个下针，五个上针。
花样 B 就编织完成了。在右棒针上挂一个记号扣做标记。接下来编织一个花样 A。编织方法比较简单，我就不演示了。大家对照图解，将花样 A 织完。完成花样 A 后，在右棒针上挂一个记号扣，做标记。还剩余三针，我们编织一个上针。两个下针，我们将这三针称作左侧花样。往后正面排的这三针编织方法都是相同的，我就不重复说明了。大家看，这个就是第三排编织完成后的样子。这里，我用小样教大家一个辨别正反面的方法。来看织片。目前，正对着我们的一面为正面。这时，起针的线头位于织片的左下方。往后，我们可以根据起针线头的位置来分辨织片的正反面。完成第三排，接着往下编织第四排。首先编织一个上针方向的滑针，注意往后奇数排的第一针都编织下针方向的滑针，偶数排的第一针都编织上针方向的滑针。往后我将它们统称为滑针。滑针算作一针，后面我就不再重复提醒了。接下来编织一针上针。一针下针，到了记号扣位置，将记号扣直接挑到右棒针上。往后遇到记号扣，都用右棒针直接挑过，后面我就不重复提醒了。对照图解，继续往后编织。这一排剩余部分全部由上针和下针组成，编织方法与第二排相似。需要注意的是花样 B， 上一排编织交叉针位置的两个线圈与第二排不同。大家自行对照图解符号，将这一排织完，我就不往后演示了。大家看，这个就是第四排编织完成后的样子。接着编织第五排。首先编织右侧花样。完成后，接着对照图解编织花样 A。先编织一个鱼骨针。接着一针上针。
完成后，接下来的四针，编织一个右上两针交叉针，将左棒针上接下来的两个线圈穿到麻花针上。放置在织片的前方，暂时不织。接着在左棒针上接下来的两个线圈里编织下针。一、二，完成后再来编织麻花针上的线圈。这里编织两个下针。一、二，完成后，一个右上两针交叉针就织好了。可以看到，上一排右侧的两个线圈在上，左侧的两个线圈在下，所以叫做右上两针交叉针。接下来，再编织一个上针。一个鱼骨针，花样 A 就编织完成了。接下来编织花样 B。
一个鱼骨针。花样戏就编织完成了。完成花样戏，接着往下编织。这一排往后，需要再编织一个花样 B、一个花样 A 和一个左侧花样。花样 A 和花样 B 的编织方法都与这一排刚刚演示过的方法相同。大家对照图解，自行将这一排编织完成。我就不往下演示了。大家看，这个就是第五排编织完成后的样子。完成第五排，接着来编织第六排至第八排。这三排都没有用到新的针法，方法比较简单。需要注意的是，偶数排编织花样 B 时，上下针的位置与前面略有不同。大家对照图解符号，将这三排自行编织完成。我就不往下演示了。大家看，这个就是第八排编织完成后的样子。完成第八排，我们接着往下编织第九排。首先编织右侧花样，完成后开始编织花样 A。 按照花样规律，这一排花样 A 中间的四针下针需要接下来是一个灰色格子，对照符号注释表可以知道，这个灰色格子表示的是一个长针两针的早行针，需要使用钩针编织。将线头在左手小拇指上绕一圈，从中指与食指之间穿过，用拇指与中指捏住左棒针上第一个线圈的下方，右手拿起钩针，钩针在这两点之间活动，这个就是钩针的基本姿势。将钩针从上往下穿入左棒针的线圈，将线圈挑下，接下来我们需要在这个线圈里钩织一个长针两针的早行针，绕线，将线从线圈里勾出，这里钩针上的线圈不算一针。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编织，首先勾三个锁针作为起立针，
绕线。将线勾出，一个锁针完成。继续绕线，将线从线圈里勾出，第二个锁针完成，再勾织一个锁针。完成后，绕线，将钩针穿入刚刚从左棒针上挑下的线圈中，也就是这里。绕线，将线从线圈中勾出。这时，钩针上一共有三个线圈，绕线，一次带过前两个线圈，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就勾好了。我们再在这个线圈里勾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绕线，穿入线圈，绕线，将线勾出。这时，钩针上一共有四个线圈，绕线，一次带过前两个线圈，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就勾好了。这时，钩针上还有三个线圈，绕线，一次性带过三个线圈。一个长针两针的早行针就完成了。将这个线圈稍稍拉大，用左手捏住线圈的下方，将钩针从线圈中取出，将右棒针从后往前穿入这个线圈，稍稍拉紧，右手重新绕好线，接着对照图解，往下编织三针上针。可以看到，刚刚用钩针编织的早行针，在织片的前方形成一颗痘痘。继续对照图解编织，接下来一针下针，完成后再来编织一个右上一针交叉针，将左棒针上接下来的一个线圈穿到麻花针上，放置在织片的前方，暂时不织。这里，由于图解上的符号下方有一条横线，我们在左棒针上，接下来的一个线圈里织上针，将线绕到织片的上方，编织上针。完成后，将线绕到织片下方，接着来编织麻花针上的线圈。这里编织一个下针，
一个又上一针交叉针就完成了。可以看到，上一排右侧的线圈在上，并完成后，一针上针，接下来两针下针，再往后的几针，编织连续的左上两针交叉针，将左棒针上接下来的两个线圈穿到麻花针上，放置在织片的后方，暂时不织。接着，在左棒针上接下来的两个线圈里织下针，一二，完成后，再来编织麻花针上的线圈。这里编织两个下针，一、二。完成后，一个左上两针交叉针就织好了。可以看到，上一排左侧的两个线圈在上，右侧的两个线圈在下，所以叫做左上两针交叉针。我再演示一遍，将左棒针上接下来的两个线圈穿到麻花针上，放置在织片的后方，暂时不织。接着，在左棒针上接下来的两个线圈里编织下针，一、二。完成后，再来编织麻花针上的线圈。这里编织两个下针，一、